好的，站在我身边的呢是来自 Alfapac Industrial 的 Mr. Lam， 欢迎 Mr. Lam， 来跟我们的镜头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Lam。来讲一讲你的这个 Alfapac 公司哈，有工业的这个字在，有 Industrial 在，那具体是做什么的呢？我们是一间专业生产纸箱还有纸制品包装的公司。哦，所以 Alfapac 是 packaging 的意思。对对对，哦、就是 packaging、okay、的意思。对啊，了解。想问一下，就是这次得奖当然是很值得恭喜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没有一些心情或者你想要感谢的人呢？当然想要感谢就是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家人哦，然后还有一路上帮助我的贵人，还有公司的团队里面的伙伴们，这些人都是我想要感谢的啦。其实贵人真的是很重要。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？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老板他做生意啊，第一个就是想，我有贵人帮忙，可是不是贵人讲要就要的哦。那你怎么去就是有贵人的这个帮忙？有贵人帮忙就是我们尽量的都是，当顾客选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尽量把我们的服务做好，让我们变成他的贵人，从变成到最后，他们也会自然而然会帮助我们的意思啊。就是你要先乐于成为别人的贵人，对，你才能够找到收获自己的贵人。是 ，OK。那么在有这个贵人帮忙的路上呢，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？对于 Alfapac？ 有，我们公司都在计划，一直在拓展我们的业务。比如我们也是在计划着搬去更大的厂房，以及一直在实践工业 4.0， 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成为智能性的工厂。OK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科技的浪潮嘛。对，我们就继续期待说这个包装的行业能够有更多的革新了哈。我们再一次谢谢 Alfapac Industrial 的 Mr. Lam， 谢谢你，恭喜你。OK。